这是我刚买的德芙间谍过家家联名礼盒。这个我自己还没开呢，那就一起吃吧。安妮妮，间谍过家家代号版联名礼盒，这个和安妮儿电影里的行李箱好像啊。对啊，这盒子超好看的，配色也很高级啊。而且这个是我还可以做收纳盒啊。哇，真的是间谍过家家电影计划。最近咱们刚把这部代号版的电影给刷了一遍啊，安妮儿的照片果然是联名款。还有这个间谍过家家的贴纸，这都是代号版里面的装扮，好漂亮啊。不过这哪舍得用啊。嗯，还有这个发卡。还有这个，哇，这个好像是安妮儿的行李牌。天哪，真的好可爱哦。来吧，终于要开巧克力了，德芙尊梦黑巧，一起开一起开。哇，金光闪闪的。咱就说，这要是拿来送人，超有面子的，真的很高级啊！总共三种口味：伯爵红茶、朗姆酒和提拉米苏。哇，口水都流出来了！我要橘色的提拉米苏，那我就吃紫色的朗姆酒。我老铁啊，这和安妮儿吃下的那颗也太香了吧！难道里面也有？放心，这个没有糖芯片，不用拿出来，吃吧。我身上嘴角好吃，而且这面还有一颗真过夹心啊，好浓好浓的巧克力味啊！超级美味。嗯，你的牙齿都黑了。我要再吃一颗伯爵红茶。我还要吃提拉米苏。都快被你吃完了，等一下我要吃。嗯，淡淡的那种红茶味真的好吃啊，然后配上浓浓的巧克力。那提拉米苏好吃吗？好吃。啊，这次我要吃提拉米苏。这次我要吃红茶。嗯，带着那种淡淡的蛋糕味。我要再吃一个，我要吃老酒。我还是要吃提拉米苏。再来再来再来。好，不辣，太好吃了。